如果你在座的，其实可以先到这个发问页，那你可以先等一下的发问的页面，对，可以到这边发问问题。拜拜，你等下讲话大声一点，后面有点小声。好，我尽量就是这个声音，这个音量就行了。对，我在台会上快要没声了。是麦克风的大手大手哟。好，慢点。他这边都要中控，所以我们这边里面都没办法敲。哇靠！对，就是超麻烦，所以就尽量大家打的时候麦克风拿近一点。他讲话会有声音，我就在他的。也可以啊，可以你听着他的内容这样子。那不然等下大家可能要看一下口语。丹丹，你把麦克风推进嘴巴里讲话。对。好，我可以 ，OK。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没问题，好。大家能够的话，请尽量往前坐，尽量往中间靠，谢谢。来协助，来为他们三位画一下头像。差好多，要不然站到前面来照张相。非常多，非常像，英国比较像，一定像啊，这个我就画错。哎呦，刚好可以那个，刚好可以拍照哎。休息有在吗？休息现在在房间里面吗？我们还有四分钟，大家尽量往前坐，尽量靠中间哦，谢谢。
台进来的人可以先上这边见面。对，等一下 Q&A 会在这边，等一下 Q&A 会在这边。对，后面进来可以先连上这个网址。对，等一下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在那边发问。那我们会，如果问题和我们在聊的内容是比较 match 的，我会尽量马上挑这个题目出来问两位，或是我有东西可以回答，马上会问。那如果是和我们在聊的内容可能稍微比较远的呢，那我们可能就移到后面的时间来做 Q&A。OK。总之就是希望各位大家尽量发问，因为我们要讲的内容绝对50分钟讲不完，我们后面等一下语速可能都会很快，对，所以可能我们不一定可以回答到所有问题，但就是尽量回答。大家如果问题，马上发问在上面，对，那我们可以在上面回复给大家。然后会后的话，我个人会一直待在202，所以会有问题可以在202找我，就是这样。大家再回来我们Costa 的开源社群经营议程轨，那我们这个议程轨接下来是2:10到3:00由 CCon 的三位丹丹，然后 Tipong 跟 HRJ 所带来的开放社群经营论坛，社群是什么？从校园到社会。那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他们。等一下，我要抗议一下，我不是 CCon 的，oh. 我是 DDOH 的，欢迎大家如果对这场兴趣可以加 DDOH， 然后把时间还给丹丹。好 ，OK， 那总之呢，我们会等一下来详细自我介绍一下。再提一次，就是这边是等一下 Q&A 的网址。我们如果题目符合的话，就我会马上 Q 出来。如果和我们在聊的内容可能距离较远的话，我们就到最后再介绍一下这个内容。好，那这一场的题目是开放社群经营论坛，社群是什么？然后从校园到社会，这个题目其实要聊，我相信2个小时也聊不完。那我们现在只有50分钟时间，我们可能尽量聊。OK， 那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三位到底是谁，以及我们到底做哪些事情。但是呢，在开始之前，我可能要先提一件事情，就是投资有证 OK， 想请阅读说明书 OK， 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一场呢，三个人都没有毕业，我被退学，然后那个两个是休学，我们两个自主休学，然后他是被退学，那就我是休学，我开心哦。而且三个人都没有当兵。对，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就是社会说的那种废物。是我们就是这场一起，这样一起其实是三个社会废物在上跟大家分享什么是社群。对对对对，所以你要不要成为这种人，请你自己好好思考，不要求我们。OK， 好了，那这边可以大家可以再去期待一下。那在我大学过程中，其实我是从大同大学出来的。大同大学那时候我在学校里面成立了资讯创业研究社。那社团名很长，其实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成立一个社团，那希望找到一些我志同道合的伙伴们一起来学习我想学的东西。那其实那时候呢，基本上就是这边可能我们要再详细介绍我们成立社团到底目的是为什么。那总之大家知道说我在大学的时候成立一个资讯社团，那在学校资源觉得玩得不够爽，后来就玩到校外去了，所以就找了全台湾很多大学们的。伙伴们，那我们就弄个 CCon， OK， 就这样，成立了实际上学生电影会，那 HRZ， 好，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 HRZ， 那我目前身份比较特殊，我是自己公司的老板，然后我是淡江大学硕，你们说有没有淡江学弟？好，学弟，我跟你讲，当年啊，我第一次参加 Costa 的时候，有个叫 Fred 的学长，在做本专业 Fred 的 Chair，OK， 他上来第一件事就跟我们讲说。我今年被淡江大学退学了，因为他念了大学念了6年，第7年被大学退学了。对，然后我很开心，就是我参加从那一年参加 Cos Cup， 然后到今年我也上台了。然后学弟，我跟你讲，我也休学了，所以你现在听完肯定会。对，所以奉劝大家玩社群之前要三思。那我今天上来其实是当初我其实我是会中，然后陈德礼后就说你这么帅不参加讲者太可惜了，所以就当讲者。我这样OK， 那 anyway 就是大家我刚好介绍一下，我们是 Digital Hacker， 我们是一个校园的这样社群。那其实我们当年会成立，是因为我们在 Hiccup 台湾汉德年会2013年的时候，我们听了韩国的讲者来分享，就是他们怎么去培养治安人员培养骇客。那其实我们那时候很激动，因
大家知道治安是这几年台湾才比较强的议题，那以前我们非常少这些资源，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有点热血，然后就在 Ecom 就找了几个伙伴，所以我们成立了 JJOH。 那如果参加活动就知道，我们大概除了我们第一是治安，第二是吃，对，所以你们常常看到我们开大使馆，对。好，那我们在去年开始，就是原本我们都只是办一些就是地区性的 workshop 跟活动，那我们在去年开始也开始办了 conference， 我们叫骇客的地下城，那一样叫 digital conference， 只是我们把 D 换成 D 哦。所以，如果打过龙宇地下城 D&D， 就知道那为什么选那个 D 了。对，好，所以我们今年也会办。那我们 conference 有最大的重点，就欢迎大家一定要参加，就是我们不像这边没有九点心，我们有六个小时保费。从你进场吃到你出场，中间没有吃饭休息时间，想吃就吃，想出来停就停。好，那谢谢大家，我现在要把时间交给提供。嗨，大家好。我还没有笑完他那个六小时把费。好，大家好，我是提供林希哲，或者是也有人叫我林凯，也有人叫我牛排，然后有人叫卡尔，所以每个名字都是我。那我应该大家对提供比较有印象啊。那我现在在一期直播工作，就是外面那个很多可爱的姐姐的一期直播。然后我之前好，我是一个推坑魔人，就是我只要做一件事，旁边人就跟我说做一样的事。比如说我休学，我退学以后，我们整个家族课都快退学完了。就是我是十九号，我的下一届学弟过两个月跟我说，希德我也退学了。然后再过几个月，我学妹也跟我说，希德我也想退学了。然后那时候可是这样，四个人里面大学四个人就剩一个在学校了。就整个家族全部灭团，对，所以然后我会对，那一期好，一期还不错，你看像我现在都可以上班来穿拖鞋了，应该是还不错。好，然后我之前在大学的时候，我其实弄过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是社团，我在台科创立了城市设计研究社。那其实我们社团的宗旨不是说要一群高手一起互相学习，也不是分享，我们的宗旨比较像是说，很多人他对城市有兴趣，他可能想学。可是他完全不知道从哪开始学。在大学你想学城市，你可能就是去找学校老师去上课，可是那些课程根本就不是给新手的课，他可能给自工系学生，学生都会完全听不懂老师在干嘛，所以那些课程根本不适合新手去上。而且说实话，新手，因为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要当工程师，也不是说每个人都变工程，大家有可能只想要知道一写成到底是什么样子。那给他们上那些很难很高深的课程其实没有用，甚至他们会把一个人吓跑。所以我们在社团的时候反而是希望说，我们让那些有兴趣、有想要学、有想法的人，他去碰一下程式，可他不是说真的可以写出应用程式，但他会知道说程式设计背后的一些逻辑分析、拆解东西的能力。那我们做的基本上在社团经历完以后，他会知道程式是怎么一回事，就他知道原来写程式是这样子，跟他写程式他写不出来。那所以下面再做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些人他很喜欢，然后发现他真的对程式设计很有兴趣，想当工程师。我们后面还有个工程师计划，就是你可以想他就是有 mentor 来带你。一对一或一对二，他跟你说，你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写个留言板出来。好，留言板写完以后，我会跟你讲说，你这个留言板写的哪里不好，有什么 bug， 这边会有治安问题。可是我们不会教你怎么写，我会丢给你一份文件说，反正所有你要用到留言板都在这里面了，你自己想办法看。然后可能是英文或什么，你要自己看懂，然后自己写出来。那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大概去run了一年以后，我们希望这个人可以变成他有自学能力。他不一定是很会写程式，可是他可以自己去解决问题，自己去想怎么解决那些东西。然后这是我们的第二个计划。其实这两个计划它的宗旨是不一样，一个是让一般人变成有兴趣写程式的人，另一个希望是让有兴趣写程式的人变成真正的工程师。对，所以这是我大学的时候做的一些事情。好，那刚刚提到的，我刚刚忘记讲一件事情的，我的正职其实是 AI 游戏的后端工程师，对，也就是这里现场有两个赞助商的窗口在这边，这是真的，对，就这两个赞助商窗口，其实就是外面两个赞助商的窗口，对，那我们正职其实是 AI 游戏工程师，不是全职做 C 卡，大家先搞清楚这件事情，对，我没有全职做 C 卡，好，好，所以我是全职做社群，对，好，那。再来要提的事情是，我们都会知道学校里面有学校正式社团。那我这边会分享一下我在学校成立正式社团的一些起因是为什么。那时候大同大学其实在最早的时候，各位可能有听过 CIH， 可能有听过 Birdman。那他们是在年长我们还蛮久的学长。那以前的那些时代，其实大同曾经存在过一个资讯相关社团。但是呢，你也知道，各位如果还在学生时代，如果你曾经参加过社团，应该都知道。学校社团要持久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每一届真的有这么多有兴趣的人想要走入社团吗？其实很难，这真的很难。我知道这件事情超级难。那也就是在这个压力底下，其实大同大学的社团后来就灭了。
那直到我那一届之后，在导师们的老师和系主任他们之间的期许之下，然后以及我想要取得两件事情，叫做学校的场地使用权以及讲师费，这两个相这两个大目标底下，所以我去成立了社团。那成立社团看起来很美好，你可以取得到教师的合理使用权，你可以跟学校申请到讲师费，但是这背后其实也是很辛苦的，你必须要面对的是学校那个很无聊的社团评鉴。社团评鉴你会碰到很多很鸟很鸟的事情，这件事情你必须先想清楚，你真的要花这么多行政成本去陪他玩吗？因为社团评鉴要干什么事情？我们是资讯化社群，我们是资讯化社团，那所以想当然了，我们很多的工作或是东西都是被电子化的。那时候在社团评鉴碰过一件最鸟的事情，就是我们社团网站做得很好，然后我们在社团评鉴的时候把笔电放在那边给评鉴委员看，然后呢他说哦，你们网站做得很好啊，可是要印出来哦。网站要印出来是怎样？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网站要印出来吗？这个评鉴一定要印出来就对了。这总是学校社团评鉴有很多很迂腐的文化在其中。那资讯化社团，这是我们记账也是电子化的。他跟我说，电子化很好，可是你要印出来哦。好，就有很多很鸟的事情要去面对它。那除此之外，学校很多行政流程也要去面对它，企划书也要写，然后预算。什么东西什么都要写，企划书、结案书，总之学校你要申请活动一些流程，你都要有人力去陪你做这件事情。所以成立学校社团虽然看似美好，但是其实背后会有很多很贵的行政人力成本必须要负担。你的课业压力以外，你还要去做很多的行政成本的事情。那所以除了学校社团以外，我们可以听听一下 HR 这一跟听风这边，或许有其他的绕法。听风。嗨，大家好。其实我的话很好玩，就是学校社团跟读书会两件事我都做过。社团就是我们之前有成立过城市研究社，读书会的话就是说，因为我们之前那个 mentor 计划，就我们没有在学校成立任何的组织，我们那时候就是幽灵人口，可是我们一样弄得很顺利。那其实我想分享一下这两个的差别。首先，社团不用完全认同，就是制度是一个很烦，而且烦到人很崩溃。你可能会想到，社团每天可能就只有一个月或一个礼拜就可以解决啊，那平常没事。这跟我们都会想，期末考就只考那一个礼拜，那考完考完就没事。而且平常它也会影响你心情，甚至有很多的低下的制度。比如说，如果你成立社团，当学校知道你的存在以后，学校就会怎样找你？哎，西泽，你会写程式对不对？我们有个 case 给你们社团好不好？会有各种情况。然后如果你说不好，你的预算可能就不好过，你的活动可能不好过。学校就有很多方式去帮你去请你帮忙处理一些事，服务学校的同学这样子。那而且制度其实，因为像我觉得制度这件事情，它不是说不好，可是你要看人数。如果今天你的社团只有20个、30个人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去弄一堆莫名其妙的制度？说什么开会我们一定要签到，然后还要有什么发言顺序，还要举手的人，不需要只有5个人来开会，干嘛弄这些东西？可如果今天有100个人开会的时候，你可能就需要这些制度。所以我觉得，取决于你要社团还是读书会，某一个关键点是在于你的人数。如果你人很多，你其实会需要这些制度。可如果你人很少的时候，学校的这些制度反而会帮助你。人多的时候，这些制度对你来讲其实不是帮助。但我的前提是学校的制度是正确的。因为另一个问题是，有的时候学校制度是错的。那这些制度就算你人多，它对你还是一个阻碍，因为这些制度根本没有意义。那以读书会来讲，读书会讲，我想讲第一件事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是非正式的组织，大部分遇到的情况就是我借不了场地，我没法跟学校申请资源，然后对学校讲我不是一个人口。而其实有很多的方式可以突破这个障碍。我们当初在弄这个 mentor 计划的时候，我们是跟学校的创业单位合作。我们刚说，我们如果训练出一些可以上战场的工程师，那对我们学校也是加分啊。那你们这边不是很多新创团体吗？说不定我们的工程师会有兴趣去你们的新创啊。但我刚讲一开头就说，有兴趣是你来，你可以来跟我们介绍说你们新创在做什么，你们公司学校哪些团队，但我不保证他会去，可是至少你多一个机会。所以因为我们跟学校的创业中心合作，所以像是场地资源，其实我们都可以找他。我们要办说明会的时候，我们就直接打电话给他，说这是我们的预算，然后他们就会去看说他们有没有预算可以拨给我们，等于说我们也是他们底下的一个育成团队。所以其实有很多的方式可以让非正式的组织，比如说读书会，也去拿到一些资源，比如说你要借场地，你要用一些经预算之类的，其实还是有办法可以去解决，只是你需要用比较非传统的方式。你可能就不是找学务处，你找可能是老师，有老师可能好，比如说你可能对 SDN 软体网络很有兴趣，去找个学校对 SDN 也有兴趣的老师，跟他说，老师我想弄一个 workshop， 你可不可以帮我去处理学校那边的事情？很多方式还是可以突破的。然后其实像 CCOM， 因为我也是在 CCOM 财务组，其实 CCOM 也是一个一直以来都非正式存在的组织，但是我们就是用我们跟 OCF 合作。哦，是不是这么累？
没有，我们公司没有合作，然后让他们来帮我处理这些事情。对，所以我等一下要详细提。对，这个地方是其实读书会并不你不需要去担心说资源这个问题，或者是正式性的问题，你反而可能考量是制度这个部分，还有人数。好。那这样我应该说，那我刚刚先帮丹丹提一下，就是我们前面就会先讨论社团跟读书的差异，然后讨论社群跟法人。好，那我分享一下，学校社团的经验，我大概是高中我上过自宣传社团。好，不过像这种社团最大的问题是传承，像我们当初是因为有我跟两位走电站的教官，所以我们可以带这个社团。可大概在我走两年之后，走一年之后他变电竞社，走第二年之后他就倒了，这样。好，这其实对我来说，我很注重就是社团的传承跟他一些资源的交接。好，所以像我们其实因为 TDO 区的目的其实是去协助在校园站推广跟校园站人才的培育，跟协助他们去寻找到资源。好，所以像我们在去年开始，我们开始尝试一个计划叫 TDO 派。那在今年开始，其实我们又改变这计划的形式。我大概可以分享一下我们怎么做。在座应该我刚刚有台中科技大学的，所以它是其中我们一个就是在培育的单位，尝试在培育的单位之一。那我们想要协助他们传承，但是老实说，我们只是一个社群，我们背后没有协会，虽然有我公司的场地来开会。好，因为但是其实我们没有太多资源，所以我们的解决办法是，我们后来变成是线上的方式，我们去跟他们线上做线上读书会，然后我们协助跟他们一起开了 Dropbox Paper， 然后我们跟他们一起开了一个我们开了 Trello， 就是说我们会把大家学习多题放上去，然后有问题我们可以在上面做讨论。然后他们可以把他们的资源啊、笔记啊、读书的简报什么，全部都塞在 Dropbox。对，那这样好处是，我觉得这是我们想 support， 是因为一般社团很容易撞到一件事情，比如说单单离开学校社团，他可能会没有下一届社长，或是没有下一届的讲者。可是那也没有上一届传承下来，所以尤其如果是今天，比如说他突然休学了，然后我们突然休学了，然后社长不见了。对，所以我们想协助他们是，今天虽然没有关系，只要再回来，只要有把账号传承下去。我可以再把账号加进来，那你可以取得以前学校借留下来所有资源。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方式，我们在尝试去，我们尝试在协助他们解决传承的问题。然后再来是，我们像我们在暑假在全营的社团，他们在开学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有学习资源跟讲师可以用了。他们不会撞到说，天哪，我现在真的要找谁？因为像我最近有聊到丹丹在大同社团，然后最上学期都是找丹丹而已。对，就是尤其当如果下一届社长他其实没有那么多像我这么多人脉的 reference。他找不到讲师，那他自己也不能每堂课都讲。好，就是我们在尝试这个派别，我们尝试是用社群去带领读书会。那最主要目的是让他们可以自己自主学习，所以我们没有教他任何东西，我们只帮他找资源。我刚说你可以先看什么，然后如果你对这一题有兴趣，你可以再看什么，然后你有问题提问，这是我们现在想要带领的方式。对，但是我们认为，就是我们带四年下来累积起来，我们觉得可能一个比较好的传承跟教学方式。好，这主要在读书我们的经验。那接下来我再问丹丹。OK， 那因为其实我再补充一下，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其实曾经年轻无知、懵懂、不懂事，然后就成立一个魔术社。对，然后那个魔术社到现在还存在。可是说真的，我觉得还蛮可怜一些学弟妹的，因为在成员高中，它是一个大家都一定得要选社团的一个存在。那当我离开这个学校之后，其实对还有一两个对魔术有兴趣的人存在。可是其实呢，很多人就是没地方去，然后他就一定得选一个社团去。对，或许对一些人是有帮助，但是传承找到对的人，真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其实像我高中我大一的时候没有社团可以选，被强制选社嘛。我参加了电影欣赏社，所以其实会开大社团就是他害的，因为我们每堂课就看电影、订机票、看电影、订机票。对，那我曾经之前也飞出了 PO 过一篇，就是真的对学生团体来说，传承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一个企业，你看 Apple 好了 ，Apple 换一个 CEO， 你就会觉得他一切都不一样了。那可是学生团体呢？学生团体每一年，我就要换一个社长，我就要换一个领导人。那我要如何让我的组织团体能够正常的运作的传承下去？这真的是一件超级无敌困难的事情。对，这真的是一件超级无敌困难的事情。好，那刚刚我们提的是在学校社团里玩的状况。那回过头来，如果我们的做法是。到了社会上 ，CCOM 是一个社群，它是一个从2016年成立的社群。那在这个过程中间，其实我们也曾经讨论过，因为我们在面对一些机关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法人代表。比如说我们在 CCOM 面对赞助单位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签约。签约的话，我没有法人代表，我不是一个法人。法人跟个人人的差异，我相信各位可能稍微能够理解，因为你没有办法用个人去跟一间公司去谈组织跟组织间之间的
关系。OK， 那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法人代表存在。那这个法人代表就是问题就来了，我到底要去成立一个社团法人、人民团体吗？刚刚前面可能有听过任讲的那一场，就是他讲成立人民团体的困难之处。OK， 那大家知道成立人民团体的痛苦之处在哪里？我们必须要定期有多少人参与多少会议的 paperwork， 要有人来签名签到，而且要有会议记录出现。然后呢，你们财务必须要有找到有会计执照的人去帮你审核盖章，然后做一堆很烦的事情。对政府部门那边，你要有一堆的 paperwork 产出。这边阿小姐，等下应该会去介绍。对，那总之呢，思康介绍他是抱怨啊，好抱怨。对，那思康这边呢，经过前面几次讨论，我们曾经讨论过，我们到底要不要成立一个社团法人来做这件事情。那估算下来，其实我们必须要一个全职的人来帮忙做这件事情，才有可能能够应付这样的负担。可是 C 项没有这样的收入，我们怎么可能去养一个全职人来做这件事情？这完全不合理。另外，这样的人民团体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他的成员名单必须是要很固定的。这个成员名单必须要是报给，就是内政报给内政部。那这我等一下可以想想。对，那总之这东西实在太复杂了。所以考虑之后，就是我们绝对不要成立社团法人，对，我们绝对不要。那可是我们要面对当签约的时候、签保险的时候，或者是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怎么办？还好呢，跟科少一样，科少以前是透过科斯高，对，以前是透过科斯高，那现在有 OCF 就是开放文化基金会。那所以呢 ，CCOM 现在其实也是开放文化基金会底下的合作计划之一。那也就是 CCOM 的法人代表基本上都是开放文化基金会。那我们透过开放文化基金会作为 CCOM 法人代表，去帮我们协助做签约，或者是当有一些保险等等一些文件的时候，我们的法人代表。OK， 那希望大家可以介绍一下，如果是社团法人这边，你的一些。好的，我刚讲，刚刚已经叫过 T 六群嘛，我们四个社群。那导说就像刚刚丹讲，社群最大的问题是，当你今天要跟任何单位签约的时候，你就会撞到，哎，你没有办法合作。比如说像去年有单位，有公家单位，他们想要应该说补助我们去做我们的资讯安全人才培养跟推广，最大的问题，我没有办法跟他拿经费，因为我们是组织。好，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对我们撞很多。那再来就是讲到我刚刚讲到前面有传承问题，那你必须要有固定的窗口。那我先分享一下我们为什么会决定成立协会好了。这原因其实我们当初有很多考量，也是跟大家一样，就是你要养人，有非常麻烦的 paperwork。然后，可是我们还是成立协会，因为就我而言，就是其实要考虑传承，因为学生社团有最大的问题，它变动快，一件换一件。然后说你是今天如果你毕业，你考研究所，你可能去当兵，然后你可能休学，因为你有各种状况，他很快就不见。好，那如果今天组长不见了，然后谁不见，那就完全没有传承了。好，所以我们后来现在解决的方案是我们。但这个情况参考，我们不确定到底会成功。我们方向是这样，那加上因为我们希望社群尽量的 pure， 就是它尽量的是一个不要被商业干扰的状况，所以我们决定成立协会。为什么？我们协会对我来说是防火墙，它成立在中间，然后旁边是对我来说社群在里面。那社群里面的学生就学生啊干部啊就一直替换都没有关系，因为中间所有的 paperwork 或是跟行政单位处理事情就交给协会。对，然后协会去承包社群，然后如果遇到，反正是旁边不管是公家单位，不管是企业，不管是社会团体，我们可以全部透过协会做个防火墙，那他也可以去担，也可以去处理掉他的传承的问题。当然，这个会造成能力上非常大的负担，所以等于像我自己工作就很忙了，但是我要花大概要花一半的时间在社群上，那在协会上。然后分享一下为什么成立协会很麻烦，像我们最近还在跑文件，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没有记者在，好，这就是全民造假运动，就是。像我们在写文件的时候，他就已经跟我们分了。然后我们在写预算书，像我们是现在还在写嘛，我们还在传交换，在来回文件。他就跟你说，你现在是八月，所以你要编今年的计划书跟明年的计划书。OK， 我还没有成立，我怎么知道我要花什么钱？我的收入在哪里？见鬼了！对，但是他要跟你编，而且他要帮你平衡，跟你说人事费40%，什么业务费20%，哇靠！然后剩下你想办法抽项目，然后把它抽到数字就对了为止。那比如说你可能还要定章程。那章程其实你会有很多限制，因为其实像社群，我们可以很活的去做一些干部的更换啊，然后或是组长更换。可是如果你是协会的时候，你会撞到的问题，你的理监事是要选举的，而且他一年是四期，一期是4年，中间选举要过几分之几千名，然后再来你是你定期，就像他们讲，定期你要送协会的整个报告给内政部，所以这些工作其实非常麻烦，真的要养的。因为像 T 刚刚就养，就是我们 Turkey。然后就全职在社协做这件事情。
那像我们现在也有找一个，对，所以其实如果没有一个专职人在处理这个，我对社群来讲，成立协会是一件非常痛苦痛苦的事情，对，这是我们现在状况的状况。然后再来是会员，通常在社群不大会，就是我们会大家都会找人，但是我们会去审核一下我们的会员的来历。那其实这协会有状况，就新兴协会会接很多计划，可是如果你这种会员很复杂的时候，就可能会有状况。比如说像我们治安社群来讲，治安是一个有点敏感的议题，对，然后因为它有比较双面刃，所以像我们就会很注重我们成员的来源。那像这个就会状况，它必须公开招会员。然后，甚至像我们现在要成立的时候，我们就必须用，比如说网络公报的方式，你要跟那边说，我真的有去宣传，说我要招募会员去加入这个协会。然后这些名单呢，还要送审。好，再者，相信我们社群很多都还没有20岁，那你没有20岁怎么办呢？你不能报，你不能有很多东西你不能签啊。比如说，你今天是组长，因为像我们是用组长级你监事的方式去组，因为这样投票权嘛。好，那完蛋了，我们今天有一堆都是18岁啊、17岁啊、16岁啊。那他怎么签李监？他怎么签李监事？他怎么签组长的一些问题？好，这个都是成立协会会撞到。那当然，我们的一些方法就是变成是说，有些是用虚化职位方式，他是就是变成是用有身份满20的去签李监事，但是他用副组长身份担任在原本干部位置上，这个 OK。对，就是他其实有蛮多门的干部要去处理的这样。好，那我们比较幸运，我们当初在取得一些资源，像我们现在跟台科大李汉明教授合作，当初他很愿意，就是说我们可以用社群的名字跟他签合作意向书，所以你就会想象我们社群就直接跟他签 TDOH， 整张英文上面就是整张中文的合作书，这样就我们是英文这样，但是我们用这种方式去跟他签合作意向书，所以我们后续就有蛮多是有台科 support 这样。这大概是我们为什么会成立法人啊，就是最主要还是因为签约，你拿不到资源，那你没有办法去推广更多东西，因为老实说，就大五都要上班，他是美雅工程师，他是17，然后我有自己的公司。好，那我今天不可能说，天空你不要上班，你负责去推广社群，他饿死。有人问说 ，TDOH 的经费从哪来？如果要养一个全职的人的话，你们经费从哪边来的？几个部分，最主要可能还是以这就是公家单位的一些补助的计划，然后再来是我公司同业，是不是？所以大家就只能这样了。老实说，社群经费不太好找，尤其像治安，其实算是一个更偏门的。更偏门的社群，我们其实可以找到的单位更少，所以那个如果在座有其他是企业啦，也欢迎就是可以找我一下同仁，因为我们到今天看法有点纠结的。OK， 然后还有一个刚刚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干脆成立公司？我可以告诉各位，中华民国认为成立一间公司的目的就是赚钱。你这一间公司如果不赚钱，你为什么要成立一间公司？所以呢，你公司赚钱，你的发票其实发票比基金会来的贵。对，发票被抽走，被政府抽走的钱，这些人很想用我做公司，奇葩起跳，就看你的收入，就其实非常非常的重。那去年最恐怖的是像我们公司，因为去年我们第六期办 conference， 但是我们的协会还来不及成立，我们到现在还在跑。对，然后我们今年10月前应该可以成立。好，但是最大问题是像，那可以开宗教法人吗？有一定的会众，然后有一定的那个历史，然后编的计划出来后，我们这些办了一定的历史，然后你可以先申请神坛，神坛之后呢，你要有块地，然后关庙，然后也可以往后申请，然后好像1000万，对，这我研究过，但是最简单的方法其实是钻漏洞申请神坛，不是，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可以放你的雕像啊。OK， 总之呢，其实公司我们认真算过，其实公司的成本绝对会比成立基金会或是社团法人来的贵，而且很贵。好贵！我去年还要赔一些税在上面。OK， 好，那回过头来就是，你这边好。其实公司那个，因为我之前是有学部分的会计，然后我在 C 康中财务组。公司那个部分的贵是贵在好，比如我们都会需要跟很多单位拿赞助，我们才能办研讨会、办活动嘛。比如你今年拿了100万的赞助款。这里面100万可能有20%，假设我们最低好了，你有17%的钱要缴回给政府，所以你只能拿到83万可以用，17%是税，所以你要就有一大笔钱要拿出去，而且还要考虑问题，有些单位跟你说我是20万含税，就是说你要再扣5%，所以你的成本是先要你拿到赞助100万里面有22%，就22万是政府的，是政府的，对，没错，所以其实会就是大家会觉得说你赞助拿很多，然后你会觉得好多钱可以用。少了，大概少了，已经少了1/5了。对，昨天精算完之后，你会发现你被扒了一层皮。
好，那也就因为这样的故事，其实 C-Con 后来，我们经过五年来这样看政府单位接下来公部门接下来的结果，其实呢，我们最近上礼拜和教育部那边开过一个会，其实教育部那边有一个 ITSA 这个计划，那我们跟 ITSA 合作了五年这么久，那其实 ITSA 明年会希望让社群的力量进去到教育部或者是学校里面，那让社群跟学校那边有机会合作。也就是说呢，我们刚刚一直曾提到说有地下社团这件事情，也就是我们现在有从教育部来的地下社团的资源可以使用。对，就是我们去开会的结果得到的结论是，其实我们很多人接触 open source 或者接触这些社群相关的东西，都是因为我们参加一场讲座或者是活动就开始热爱了 open source， 对吧？对，那因为这样的理由，我们觉得说，如果能够让在学校有兴趣的人，可以在学校里面去办一场他想要办的活动，那他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的是场地，他需要的是讲师费。那讲师，我们社群可以帮他找认识的人去帮他讲。OK， 那只要呢，这一个学生他想要在自己学校里面做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如果在这个IPAC 这个计划里面有相关的老师，他刚好在这个学校里面，他可以把这个老师的资源分配一部分给这个学生，让他去使用。OK， 所以如果大家会有兴趣的话，我未来会把这个讯息发到 C-Con Communities 里面，让大家知道这个消息。那如果对于大家对于这个事情有兴趣的话，就欢迎来跟我们联系，把这个资源好好妥善利用，那是你们的纳税钱。好，再来，其实，在做事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必须先把目标族群定义清楚。到底你要做的事情，你的目标族群是谁？你今天如果要做一件事情，你的核心团队里面，你的三四个人，或是你的一小群人，你们自己一整群人都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话，那你办这个活动的目的在哪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所有活动开始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你们先好好沟通讨论过你们的目标族群到底是谁。OK， 以 C-Con 来说 ，C-Con 其实当初发起的理由很好笑，其实也是有点好笑，也有点有趣。就是当年2012年 Cost Hub 之后，我有个学弟在 Facebook 发一篇废文说，我们来办一个Cost Hub 都是一些前辈们的演讲啊、演说啊，那有没有一个资工人年会？他当初只用资工人年会这样开的名义而已。那可是呢，我在网络在 Facebook 上嬉笑，然后打闹，就说那我们来弄个，后来就约来出周末出来讨论。那总之结论就变成一个C-Con 学生计算机年会。对，那这个年会当初的目的很简单，其实我们只是希望大家把你在学校所做的事情拿上来，有一个舞台让你发表东西而已。当初我们几个人想要做的事情其实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单纯。对，这是我们核心宗旨，一直没有改变，是让大家可以让你在学校做的任何东西上台发表，让大家可以有一个发表的舞台。那因为这样的关系，其实我们发现，大家可以在这个舞台彼此交流以外，在因为办这样的研讨会活动，大家也有很多的交流机会，所以这是一个还蛮刺激正向发展的一个方式。那也渐渐的，我们发现，我们透过这样的力量，我们从教育部从这些资源，我们可以去影响一些正规教育的资源，那也就是C-Con来做的事情。那 C-Con 每一个活动发起，其实都是经过很严谨的讨论，都是有一群人自己好好讨论交流过，他们的目标族群到底是谁，到底我这场目标要做什么事情。假设像我们下礼拜、下下礼拜，因为我刚刚就前面有提到过 ，T6E 基本上就是以校园学生为主，所以我们基本上 focus 在学生。当然，就是后续因为其实有蛮多就是可能刚出社会或是他想转行，就有对这样有兴趣，所以我们都比较纳入这一点。但是我们基本上还是以学生为主。那目标定义这件事情，其实我必须分享。去年我们跟教育部应该说某些国小的资讯组长接上过，就是我们文化 talk。那我们一开始针对一些资讯组长跟学校老师做一些这样教育，所以为了这个东西，我们有开了另外一个专案叫 T6E Hello Hacker， 有一点类似我们在写程式 Hello World 一样。对，所以我们就也开了这专案，所以要像我今年跟去年去办，社群会有行政组、财务组，然后什么什么组嘛，对不对？我们把这些东西定义叫中央单位，就是说这些东西就放在中间，所以它跟社群协会是同一体。好，所以像专案管理就会都放在这里，就是资源分配或是资源寻找就是他们处理。那社群部分就很单纯，他们只要单纯的去办活动，这样就好了。我想先问一件事，这边有人有创过社团的吗？有创过社团或担任过社团社长，可以帮我举个手，看一下。或者是组织什么都可以 ，OK， 好，了解。因为其实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像我当初大一在上管理学的时候，第一课就跟我讲说，那个企业宗旨很重要。那想一下，企业宗旨是什么？假设比如说统一，它的企业宗旨可能是什么一串，什么爱护地球有缘之类的东西。其实
一开始大家想听到目标族群或宗旨中，大家会觉得这个东西很虚假。如果你还没有弄过社团，你会觉得这东西没有意义。我当初在上管理学也是这样想。后来我实际弄过社团以后，我就开始理解这件事的重要性。但有个前提就是，你要是定真的宗旨，对，就是那个宗旨，或者这样说啦，有些宗旨是对内，有些宗旨是对外的。比如说，通常写在那个企业官网的那个什么企业文化，或者什么企业宗旨、企业目标，都是对外的，对内的不一定。每间公司对内要求自己想要做到的目标是不一样的。那目标这件事为什么重要？举例来说好了，好，没关系，反正我不是 Modern Web 的人。下礼拜不是有 Modern Web 吗？那其实 Modern Web 因为他们之前有办过一次，所以我对 Modern Web 一直都认他有他的票价，所以他应该是一个比较是进阶的课程。那我刚刚跟朋友聊了，他说没有，你去看一下课程内容。他说，因为 IT1 这次办好像是希望以4500块可以上一整天的技术课程，所以其实是针对新手。这个新手可能是你刚开始学程式，或者是你以前写前端，然后先想转后端的这个新手。然后所以包括讲者在准备，听说也是以这个标准来准备。可这时候可能跟我预期的目标不一样。但是我去参加完以后，我回来我一定还抱怨，怎么 Modern Web 又这么贵啊？然后可是课程内容都这么简单之类的。所以如果你的目标没有定义清楚，甚至是没有传达清楚。目标分定义跟传达，你自己有没有想清楚你要做什么事？还有，有想清楚了，但可是你有没有让别人知道你想做什么事？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做好，就会造成很多纠纷。比如说，在社团里面，你跟你的干部，每个人都觉得互相不满意。他觉得他得不到他的东西，他要的可能是他可能是推广城市教育，可是你要的可能是跟高手认识，你们要的东西不一样。那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就彼此不开心。对，田峰刚刚最后讲到的东西，其实是我们痛之一，就是。我们是自然社群，但是就会撞到两件事：你要办活动还是研究技术？相信你在各个社群都一样，你就会撞到就是，今天你进来，你只是、我想要找一群 partner， 我想要研究技术，但是今天你的撞是，我们是马上做结果推广这件事情，所以你就自己去想办法去 balance 这两件。那其实这很，相信我这很难，因为进来的人大家目的真的不一样，或者像我们现在进来就要跟我们一起开大社团，对。像定义目标这件事其实不那么简单，大家可能想要定义目标就是我想一句话讲一个话，但如果有人你们已经有建立过社团，然后遇到过这种目标定义不明确的问题，你就会发现其实目标的定义它是一个反复的反省和思考的过程。一开始你会先定一个，比如说我就是想要找到新手，之后你会一直不停在活动或者在跟他们聊天过程中，你会一直检讨或者修改这个方向，然后它会越来越明确。对，那举例来说好了，我自己会用一个方式，就是我问两件事，第一个是 why， 第二个是 who， 就是好，比如我弄这个组织、这个社团，它是针对谁的？是针对新手、老手还是高手？可这样还太浅了，所以第二件事情我就问，那 why， 就是他为什么来这里？比如说，好，同样都针对老手，他来这里是为了说认识朋友、互相讨论城市问题吗？还是来这边是想学更深入的技术？还是想来这边办活动，一起来推广？甚至这个目标可能又分内外哦，就这个内外就比如哈，我是一个技术社团，可是我的目标可能是我想要推广城市教育，那对内我可能要找一位高手，然后跟我们一起来推广城市教育。可是对外我是想，我对外的目标其实是针对新手、针对菜鸟来做的这件事情，要把它想清楚。比如说以我们社团来讲，我们社团反而是针对完全的新手嘛，所以我们就有开 Scratch 的社课给大学生。每个大学生一开始听到 Scratch 社会觉得这是什么东西？这不是给幼稚园或小孩子玩的东西吗？可是用我们的目标学生让他知道城市的思考方式、那个逻辑跟拆解的方式，所以 Scratch 反而就很适合。OK， 所以目标主义定义其实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谈到刚刚的内容，才能回过头来安排所谓的定期的聚会的活动内容到底是什么？也就是刚刚有人问，所以社团的课程到底该怎么安排？你的目标主义是谁？其实就已经很清楚的定义了你的社团到底要怎么安排。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一定的标准答案，没有哪一个一定好，哪一个一定不好，绝对没有。这个东西真的很吃你到底，当下你身边的人到底是谁。我可以分享一个故事，就是其实，在到大学，我在成立资讯社团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曾经很想不开的，一个礼拜开了两堂社课，一堂社课三个小时，也就是总共六个小时的课。那个时候呢，老师说好，我的基础课程面对是比较可能刚入门的人，讲几段基础的内容。然后让大一、大二的同学可以来上，大三、大四呢，我们就来讲一些Linux 啊，或者是一些管理的一些真的实务上开发上的东西。好，那一开始学习术的时候想好美好，应该六个小时不是什么问题吧？后来故事是什么呢？就是我一个礼拜我必须要背六个小时的课，
然后每一个礼拜开始想，我下礼拜六个小时这堂课我要讲什么内容，我要很疯狂的一直在想我的课程安排，然后结果后来最惊喜的人，后来实际上社课开始跑的时候，状况是什么？其实有兴趣的人，他两堂课都会出现，不管怎么样，他两堂课都会出现。如果他真的是有心想要学的人，他就是基础的课程也出现，进阶课程也出现，才没有什么就是进阶课程太简单了，我不想来，然后进阶课程我才来这样子。其实不会，真心有想要学习的人，其实就是真的两堂课都会出现。对，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你可能自己想太多，那有可能你去踹看看才知道说到底是为什么，到底他们要的是什么东西。你可以一开始的时候不要把话说得太死，你可能可以去尝试看看，办个一两场，看看大家到底要的是什么，到底反应如何。那到底我走广度课程，让更多人可以一起来join这个我们这个社团，到底对你来说是你想要的，还是说其实你想要的只是我只要三五个好友，不要人太多？因为我们必须要讨论的东西是所有人都要可以原文的 document， 然后说大家都是很进阶的乙虫的这种方式，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面向。OK， 所以这个东西，你的目标族群到底是谁，影响到后面你的定期的聚会内容，或是你的课程内容的定义，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这比超大。我们只剩九分钟，其实真的很赶。那你们的经验 ？OK， 我们分享一下我先不管定义这三个字哈，我直接以活动来讲。对定义来讲，我分三个，一个叫定义聚，一个叫不是定，我是我们的，我不是我们自身定义聚。好，那一个在什么 workshop。我跟他在一个大型 conference 分三个活动来讲，前面两个活动我们讲一下哈。第一句是用小型聚会跟 workshop 这场最大的一个问题。好，像刚刚讲到有基础班跟进阶班，可是通常我们会开什么？会开大量的基础班，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审核跟过滤所有参加人员。今天你可能是完全没有基础，你根本不会写程式，你想要学自然，你不会写 HTML， 你不会写过 JavaScript， 你没有写过任何 web， 你跟我说你要学 CodeScripting， 或是你完全不会写过，你跟我说你要学 script injection， 我懂啊。好，所以会有这个问题，变成说你的基础班很难上，你根本没办法。那你要开进阶班，他又拒绝，他没办法听得懂，他得来浪费三个小时时间。但是你开了太多基础班，会发现一件事情，大家在抱怨，为什么都要上一些基础课程？为什么你都在上这种东西？你想说你只会讲这些东西吗？我没有办法。对，其实我们会撞到这个问题。再来，地区也一样，我们以前也会请很多的大大跟前辈，但是他们来也不会讲非常难的内容，为什么？因为底下很多人听不懂，可是就会有些他可能现在参加了三次、四次、五次，那甚至他本来就是业界的人，然后他可能会问就是，那有没有比较进阶的？我每次为什么这么多这么多人？好，所以这个其实是在你在办活动的时候，你要考虑到就是参加者来一起不太一样，所以你必须跟他们沟通吧，就像刚才讲，你就跟他讲清楚这活动内容到底是什么。OK， 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到后面才会，我们才会去用专案去分，比如说我们会分知道是给出去的课程。这个是交流活动，然后我跟他们一起类似分享。好，那甚至像康本名单，你要讲吗？你要开头吗？好，那这边你要补充吗？好，定期聚我讲一下定期聚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你要办定期聚这种东西的话，你要把一场排满满，比如两小时。我们之前城市社刚成立之前是用定期聚的形式，我们每个礼拜或两个礼拜会办一次聚会。那我们这个聚会两个小时，那我们两场都可以，这两场都可以，一场每一场大概15分钟。我们留大量时间在中间当聊天，比如说可能6点到6点15一场，接下来就是半个小时聊天，然后我们有饮料、有茶水之类的东西，他就开始聊，跟主要就讨论，比如我刚刚讲 Mango Tea， 他聊我对 Mango Tea 我用了什么，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其实我觉得定期聚最重要的还是这种在演讲后的交流跟聊天，所以我把他的时间排得更重。然后还有第二件事情，其实就是永远不要期待你办定期就会有人主动跳坑，甚至你要推还推不动，基本上你如果办定期聚，你想让前10场都会是你自己讲。接下来你要推坑很难，不会有人主动报名。你放个表单出来，专门做的再漂亮都不会有人理他。你要主动去找下面的每个会中聊天，你在做什么？你在哪里工作？你最近在玩什么？聊一聊都可以下去看看。这个东西还蛮好玩，要不要下礼拜来分享一下？这样就是推坑。你如果不这样做，不会有人理你，大家不会主动想，因为大家会怕。我遇到很多朋友都是大家比较觉得，我自己能力不够好，会有比较内向，所以他们不会主动出来，而且他们东西可能很适合分享。对，所以这是我自己在弄定期聚的一些心得。其实刚刚聊定期聚很大的重点，千万不要放某些人冷落掉他。对，你身为主办者，其实很重要的事情，你必须要跳下去跟大家聊天，了解每个人他为什么来这个活动，那他来这个活动他最想得到什么，他身上代表什么，他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什么？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身为主办的人，其实我们必须要更主动，甚至你的团队里面必须要有人是很主动去做这件事情。对，那我们剩下5分钟，其实
我先回过了，我们有一件事情一直很想提，很重要的事情是，你会看到 TDH 跟 Zcon 一直跟公部门合作，但我们一直很要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跟这些单位合作，或是跟赞助单位合作，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宗旨，有一个中心思想绝对不能变的是，其实社群运作，我们都知道，我们没有任何强制力，我们不是一个法，我们不是法人，就当然我们没有很什么强制力，对内部来说没有什么强制力。所以我们很难给予一些单位一些 promise， 就是我一定什么时候会办什么活动，或者是我一定什么东西，某个期间我会达成什么的 KPI， 不行。这我们在出去跟对方谈的时候，我们绝对不会去踩下或者是签下这款东西。那我们要跟这些单位谈，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达成双赢。我们要先搞清楚这个单位他想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你看很多学校社团去跟外面他赞助，他怎么拉？跟店家说，你不赞助我们，我们就不来这里消费哦。这是一个威胁，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行为。对，这是一个威胁、杀鸡取卵的行为，这绝对不会造成你们双方有合作良好长久的合作关系。对，所以对于 Zcon 或 TDH 来说，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宗旨，就是我们必须搞清楚对方他要的东西是什么，我们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到底能不能创造我们两边双赢，都是我们两边双方我们想要的东西，那我们一起再来做这件事情。对，补充一下，其实像刚刚讲，然后必须了解公部门要什么。可是我最大的问题，公部门根本不知道他要什么。公部门常常不知道他要什么，但是他会去网络上找一些资料，然后随便问身边的朋友，然后他们会生出很多计划 KPI， 然后可以说，我想要办什么，我想要办新天，我想要办黑客松，我想要办社群交流聚会，我是办个活动把社群找来就会成。但是这件事情其实大家我们知道，就是其实不太可能的事情。好，所以其实，在你那还有个重点，就是有些公部门比较强势，他可能说，我今天给你300万啊，但我们一直没有拿过这种钱嘛。但是他会跟你说，我给你多少钱，然后但是你必须办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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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所以像这种东西，我们就很排斥。为什么？因为公部门他今天只是为了他今年要拿到这笔预算，想要这个 KPI， 他拿到他的绩效为止。但是那个东西对你的社群并不见得有帮助。最重要的重点。你必须先决定好你今年或是明年或是这不管或是你真正你想要做什么东西，确定好你的计划之后你去跟他谈。那当然中间一定会有一些冲突，所以这种你必须去尝试去说服他。比如说他想要办 XO， 你就可以说他说其他 XO 没有。就是一旦来讲，三办 XO 目前意义不大，或者说他跟你说我要办自然的新创团队或是一些辅导。虽然现在新创团队老师我可以老实讲，就是包括 Ghost Cup 和 Econ TGO 全部加起来大概伸手手肯定数得出来，对，那你要辅导什么？对，所以这种东西你就必须去尝试跟他沟通说，其实你可以换个方式。就像我们会持续的跟想要去，因为他们一定会拿到，比如说像自然线行，虽然会拿到很多计划，他们必须消耗这些预算跟 KPI， 所以必须跟他们沟通说，我们可以做什么活动，但是你那边怎么报，或者说你们明年可以开始规划成什么样的类型，我们可以这样配合。你必须把你想做的事情套在他们身上，而不是把他想做的事情套在你们身上。对，这个是跟公部门很多很重要的一点，是绝对不能被他们牵着鼻子走。对，因为我以前觉得这件事还好。那我的大前辈 T 就徐先阳，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来，到时候有来。他很早就有提点过我这件事情，所以其实在我们现在公部门洽谈的时候，我都很注意这一点。那其实这件事情真的非常常发生。所以如果你今天有社团或者社群，真的一定要跟公部门合作，要做一点，不要被牵着鼻子走。对，你得掌握主导权。有时候必须适时的教育他们，让他们了解到底什么是我们想做的事情，或者是怎么样应该才是比较合理、比较对的事情。对，这是有帮助的。快一分钟。我补充一件事情，教育他们不一定是告诉他我要什么，有可能是帮助他找到他要的东西。对，因为公部门很大，他可能从上面一直转下来，最后执行的那个根本不知道目标什么，上面可能有目标，我会帮他反思，告诉他其实你的主管目标应该是这样，所以你这样做会更好。所以不一定是我们教育他或者传达他。回过头来，就我们刚刚说的，在做一件事情，搞清楚你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你没有搞清楚目标，你只会做出一团乱的事情来。对，然后当然你可以想到，老实说，像我们就会有几个神话，比如说我们跟资差会，就是我会跟他们沟通，我要沟通大概半年，就他们其实底下很听得懂，虽然说有时候上面上下都会改掉了，但是其实你可以尝试，真的可以尝试，他们真的有些人是愿意听的。OK， 对，所以尝试多尝试去沟通。好，那刚刚也有一个人在问题上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定居居的主要目的除了分享以外，其实有重点让大家彼此不讨厌，这样才有进一步做事的机会。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对，那还有人说我们要如何向外推广合作找面孔？我觉得这个时间我们只剩下48秒，可能
可以有点难回答。对，那关于组织经营跟团队管理，就是一个超级大伟大的话题。那大概是讲 ，Scrum 其实很重视 Mirror List 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 ，Mirror List 这样的沟通方式，就是你看 Scrum 的做事方法，其实跟 Open Source Project 很像，基本上就是 Mirror List 这样的做事方式。我就讲一句话，组织经营对不对？不要 Facebook， 千万不要 Facebook。对，千万不要仰赖常见的啊，什么 Line 啊、Facebook 啊这种常见的 App 软体。对 ，Email 到现在它还活着，绝对有它的理由。对，然后 Mailer 这样的沟通方式，其实是 Scrum 现在看起来是最 work， 然后最不会掉球的方式。OK， 那剩下八秒钟的时间，我们就谢谢各位。啊，有人问你吗？应该没办法了啦，就是时间差不多了。OK， 谢谢各位。好，感谢就是 Scrum 跟 TBOH 的三位。那相信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事后还可以再找他们继续交流，或者是你可以把这个议题再带去 CPOM， 只是再来个两个小时这样子。好，那我们接下来有十分钟的休息时间，那如果大家要站在后面的朋友要继续留下来的话，请尽量往前坐，尽量到前面来，前面的中间都还有一些位置。对，那大家移动的时候尽量往中间靠，对，把旁边的位置空下来。然后直播那边麻烦帮忙一下，等一下第一个议程只拍投影片不拍人，第二个议程不直播，对，就这两点，这两点帮忙一下。